在只能种单季稻的辽宁沈阳，却种起了再生稻。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种子原本需要浸种10天，竟然只用4个小时就能完成，他到底用了什么法宝？科技院马上为您揭秘。您好，欢迎收看科技院。今天啊，我们来说说种水稻的事儿。咱们呢，先来认识一位朋友，您瞧，就是他，周晓东。他呀是一个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呢，搞起了农业项目种水稻。这说起来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儿。稀奇的是啊，他呢不按常理去种水稻，在老家辽宁沈阳那边种起了再生稻。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啊，因为东北地区一直种的都是单季稻。那好，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为什么东北地区只能种单季稻呢？是不是因为它的那个温，就是高温的时间比较短，只能适合一季是吧？哎，气候。气候。对，它寒冷，误伤是短。气温不够。天气冷。大家的说法呢，好像都有道理。那么东北地区到底为什么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呢？于慧怀是东北地区赫赫有名的种粮大户，他种了30多年的水稻，他对于这事儿非常清楚。东北我们这吧比较是一年呢，气温吧，就是说照于南方，我们就是适合农作物生长就6-7个月，就是说东北一般猫冬就得猫4-5个月嘛，所以说我们东北这种地都是一茬大的农田作物。因为东北地区无霜期短，从时间上来算是来不及种第二茬作物的。可是周晓东却打破了东北传统的种稻方式，种起了再生稻。我现在啊，在一片水稻田里面，我身边的水稻田啊和旁边的水稻田完全不一样，非常的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吧。那我们来问问这个水稻田的主人周晓东。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水稻田怎么跟旁边的水稻田完全不一样呢？这个水稻呢是再生水稻，可以呢就是连续呢可以这个收2次。这个水稻啊已经收了一茬了，因为它在8月1号呢，就逐渐开始成熟，在8月10号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上面的穗已经剪掉了。下一季的收获时间应该在10月5号以后就可以收了。再生稻就跟韭菜似的，把上面割了，从下面又长出来一茬。这里的水稻比旁边的水稻矮上一大截儿。这就是第一茬已经收获了，剩下的就等它再次生长出来。一年种一次水稻能收2季，所以叫再生稻。周晓东能种成再生稻，让给他提供土地做试验的于慧怀也是吃惊不已。周晓东到我们这来就跟我说进行搞试验，当时我感觉非常惊讶，就是说我种了大半辈子也没听说，就是没听说过能有双季稻。于慧怀所说的双季稻就是能收2季的再生稻。今年呢他在我这搞了几十亩进行那个双季稻试验，就是我也比较好奇，一直在跟踪他这种双季稻。上一茬已经就是说他已经把种子收回去了，这是我们亲眼所看得到的，就是说照我们普通这种常规水稻能提前50天左右。当地的水稻一般都是在10月份收获，而周晓东种的水稻第一茬在8月份已经收获了，就等着收获第二茬了。这想想都是挺美的事儿，种一次可以收2次。
可是按理来说，东北地区无霜期短，一年只能种植一茬大田作物，那么周晓东能让水稻成熟两茬，他到底用了什么措施呢？要说清楚这件事儿，还得从10年前来说起。那个时候他了解到东北有一种早熟稻，他这个水稻的正常成熟期呢在80天左右，因为产量呢低啊，人们在追求高产的时候呢，加上一些国外的品种引进呢，这些品种就淘汰掉了。虽然早熟稻产量低，但是它的优点是生育期短，他觉得如果能把长处用足了，把一年收一茬变成收两茬，反过来它就是高产的。因为东北地区目前根据我研究的状况来讲，靠单季水稻再往上增产空间非常小了，因为你双季水稻呢，它的增产空间呢要比单季水稻增产空间要大。东北普遍种的水稻生长周期是150天，如果采用早熟稻，周期是80天，还剩下70天，正好可以让留下来的水稻继续生长。下面的次生水稻没有上面的水稻跟它抢营养，次生水稻也开始茁壮成长，达到第二次收获。周晓东算了笔账，如果能让早熟水稻来实现再生稻，在东北地区从时间上来算，生长周期是将将够的。于是周晓东就开始着手，要把原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低产早熟稻变成再生稻，把这老品种找出来进行改良杂交。搞品种杂交选育啊，这可是农业科研人员的事儿，更何况这还是一个被淘汰的品种。一个退伍军人怎么就非得要自己去干，还敢干这么高精尖的事儿呢？纯粹是一种自个人的业余爱好。哎，因为我们现在不敢跟人家比，就是说科研院说，就是我这个就是在搞的过程当中，比如自己喜欢种什么品种，自己就看看，就是属于当玩的。周晓东说的轻松，其实他喜欢搞育种，这也不是偶然。他在部队的时候就跟农业打交道，而且搞得有声有色。当时啊，晓东在部队的时候，当时他是种小麦，他最大的特点你就好琢磨。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这个都是应该是专家跟学者去做的事情，但晓东呢就琢磨，周晓东种的小麦跟别人的小麦就不一样，我们入伍一年他就被评为生产能手，由于增产呢，当年就立了个上名。周晓东在当兵的时候就和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退伍之后他就开始自我升级，从单纯的种地提升到了做育种。因为他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也有很好的认识。因为种子如果要是说不进行繁育更新，这个种子的话它会有退化的，就是用不同的品种进行杂交改良，会培育出更新的品种来服务于我们的农业生产。有了兴趣爱好，有了很好的意识，周晓东开始了育种。他要让早熟稻变得更高产，还能够一年收两茬。一年不成，第二年再来，就这么一干就是10来年。这条路不用说也是枯燥坎坷的。到处找这个路，到处找这个路，都找，是不是这儿找几亩，那儿找几块的？对啊，他这个根据什么呢？纬度、生态环境。哎，我从海南岛一直找到沈阳，就这么个跨度。现在海南种，你再往前，你到安徽蚌埠种两季，成功，种的也很好。但是我是从海南一直推到安徽，从安徽一直推到河北，推到山东临沂，从临沂一直推到那个河北。一直推到辽宁的黑山，从辽宁的黑山，这是2014年的第一站推到这里。周晓东不仅杂交选育新品种，还要让再生稻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就从南方开始试种，一直往北推移，好让再生稻适宜北方的气候。
经过十几年从南到北的不断研究试种，再生稻终于可以落户辽宁沈阳。这个品种呢，是一旦呢一年呢可以收两次，它的产量呢就是两茬的产量呢，要比现在一茬的产量呢要高出10%左右。周晓东的再生稻不仅种成了，而且还不会有病虫害。这个水稻好在哪呢？它就是头一期收获不用打任何农药。是庄稼就避免不了病虫害，它的再生稻怎么就没有病虫害呢？这和东北地区的水稻病虫害发生规律有关。东北水稻病虫害的高发期是在9月份，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水稻都已经灌浆，在害虫眼中那就是美食。再加上天气开始转凉，害虫更需要储备能量过冬，所以这个时间害虫变得尤为疯狂。那么再生稻怎么就能不受害虫的糟蹋呢？它已经接近成熟了，等上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割掉了。害虫按照惯例都是9月份出来搞破坏，可是第一茬再生稻已经在8月份就成熟了，水稻提前成熟就躲过了虫害的侵害。可是再生稻还有第二茬呢，那么这第二茬又是怎么躲过害虫的侵害的呢？第二茬再上来的时候呢，病虫害呢是有周期的，它呢就不去吃这种没有成熟的刚反上来的。9月份正是晚熟稻快要成熟的时间，而再生稻的第二茬还没有灌浆呢，没得可吃啊。再说害虫有其他好吃的，也就不会去吃没熟的水稻。等到第二茬成熟的时候，天气也转凉了，害虫也不那么猖獗了，这样再生稻就躲过了病虫害的侵害。两茬都可以躲过那个各种病虫害，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几乎上是不需要农药。周晓东实现了再生稻在辽宁沈阳的种植，对于水稻增产和降低药物残留意义重大。再生稻的成功，除了周晓东不断的品种选育，还有一样看家法宝帮了忙，让他省去了10天的浸种时间。种水稻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子育苗之前都要进行长时间的浸种。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水稻育苗之前为什么要浸种呢？这个时间短了，勤奋的。因为它埋到土里面，我觉得土里边可能也有虫子吧。因为小麦也需要泡啊。要泡一下呢，它的秧苗出来好一点。浸种的目的是为了让种子顺利发芽，因为种子进入休眠之后，只有在细胞吸水后，内部的淀粉酶才会开始活动，把储藏的营养物质进行分解转化，供胚胎利用。胚吸水后呢，增大了体积，柔软的种皮在压迫下容易破裂，为胚根胚芽突破种皮向外生长创造条件。因为它这个种子不经过10天勤种施压处理，它播在这里边它不出苗。水稻在育苗之前需要浸种10天左右的时间，这对温度的要求也很严格，需要人一直看着，只有浸好种，这育苗率才会高，这个过程是费时又费力的。药物勤种啊，在我们东北，在我这个地区，就是以前勤种呢就得用那个大罐或者大池子，像我这一勤嘛，就是20万斤稻种，非常麻烦，非常费力。而周晓东只需要4个小时就把浸种这事儿搞定了，他能够生生省出10天的浸种时间，靠的就是这个杯子里装的法宝。那么这法宝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生物制剂。
生物制剂。生物制剂是什么东西呢？它怎么就能这么神奇地加快种子萌发速度呢？要说这个法宝的来历呀，还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这生物制剂本来是周晓东专门给黄瓜准备的。因为黄瓜在我们国家这个产量需求量是最大的一个蔬菜，是几乎是人人都吃。但是现在呢，黄瓜的那病害呢又这么严重，当时就为了什么呢？解决无公害黄瓜的生产问题，把这个技术引进来。生物制剂在黄瓜上体现了很好的性能，不仅抗病，还能增产呢。你看这底下这个藤都是绿色的，要是搁以往的话，它这个藤都是黄，都黄了，根系就老了，不能用了。哎，所以说这个对黄瓜增产有极致特殊的效果。它那个只要是说你要是用那个肥料管理好之后吧，哈，它这个秧啊可以达到多少米长的，可以你看看，你看看。哎，这歌真的很长哎。这个有几米啊？这样这个现在能有6米到8米吧，8米左右。现在还在结，你看啊，一个瓜、俩瓜、三瓜、四瓜、五瓜、六瓜、七瓜、八瓜，80、81、82、83、84、85，就是等于说这个、结了85个黄瓜。目前现在，虽然生物制剂对黄瓜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是它是黄瓜的专用试剂，跟水稻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有一段插曲，让生物制剂和水稻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我们当时吧，是蔬菜种子里边那个黄瓜种子和这个水稻种子啊，黄瓜种子发扁，水稻种子呢发圆发鼓。当时呢，让小孩拿过来的时候呢，他也没觉得是哪个是蔬菜种子，哪个是黄瓜种子。拿过来的过程当中，就葫芦巴肚的就套上去，他不对。不对呢，就随手就往那一扔，没管。被无意浸泡过的种子算是废了。周晓东呢，随意把它扔在了自家的后院。谁料这些水稻种子居然都活了。开春，这地方的曹老师他出苗了。你看这么低的温度，它怎么能出苗呢？这让周晓东惊诧不已呀。要知道，水稻种子都需要经过育苗、插秧到地里，而直接扔在地里，弱小的种子抵抗不了低温和病害的侵扰。按常理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活的。可是，这些泡错的种子居然长出来了，还长得挺好。它就长出那么十来颗，我就把它接着。羊，哎，我准备到插秧时候就插到地里了，一看结实很好，结得很饱满，也没有病。我一看我这什么品种，我看这个品种是不太，不是很抗病的品种。然后我就对这个东西进行重新的，我就回想这个东西是怎么扔在这儿的。我说当年是因为种子泡错了，把这个扔地里了。周晓东一下子觉得，这生物制剂对水稻种子能起到奇妙的作用。于是他开始研究生物制剂对水稻种子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就把这个东西就我进行了几次实验，看效果确实好。哎，连续接了6年就是实验，结果做了是80多次那个新种胚芽，包括低温那个判断效果非常好。最后我就决定把它用在什么呢？用在水稻的新种胚芽上。经过6年不断试验改良，他研究出了全新的水稻专用生物制剂。现在他的水稻种子用生物制剂浸泡2个小时，晾晒2个小时就可以育苗。生物制剂除了能够促进种子萌发，还可以在种子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有了这层保护膜，种子的抗病能力就强了，外界的低温影响不到它，病菌等等有害生物也进不了身。这样种子就能够顺顺利利地生长了。运用了生物制剂的再生稻，
不仅能够节约水稻生长时间，还能够大大节约成本。通过它那个药物侵种，确实省工省时又省力，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个确实是大有好处的。生物制剂不仅对种子好，在整个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给水稻喷洒生物制剂，还能够为水稻起到保护作用。就每隔一个不同时间，比如说把井那个分裂期再喷一遍，主要是补充它的能量。这会儿呢，把井期再喷一遍，哎，阳花期、抽穗期再喷一遍，阳花期呢，这育穗期再喷一遍就完了，喷五遍。虽然生物制剂是周晓东偶然发现的，作为育种专家，只有不断的研究和发现，偶然就成为了必然。再生稻在沈阳试验获得成功，探索出了东北地区种水稻的新路子，也让农民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在我们东北以及辽宁沈阳地区，如果真是成功的话，那真正给农民带来一个好的吧致富，就是说他谁都愿意种两塔作物，如果产量价格都适宜的情况下，两塔多打点多赚点钱，就两塔总比一塔呢要强。周晓东凭借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育种道路上一走就是十几年，不仅培育出了水稻新品种，还培育出诸如华健60-1和沈泰2号小麦等新品种。他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还有家人的支持。我说实在的，从经济上我就对他也很大的支持。哎，完了，从这个经历上，你要说啥，我能帮到你的，我就能帮点忙，哎，就这个意思。他种地啊，搞这个农业，这我还是挺喜欢这样的，因为都要吃饭嘛，大家都要吃饭。周晓东每年都把新收的新米要送给104岁的奶奶，让奶奶每年第一个吃到他种的大米。他的坚持不懈培育出了很多新品种，也为他带来很多荣耀。中央领导同志都是这个批示，宣传这个一个优秀的退伍兵典型，他是呢从被誉为从军营中走出的袁隆平，这个作为战友，这也是我们的骄傲。同时呢，这个我们也应该向晓东同志学习。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呢，周晓东凭借着执着和坚持，为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思路。现在他已经成为国家农业部本地品种与外引资源高效结合和利用的专项课题首席专家。他依然在育种道路上向前走着，在这儿也祝愿他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好了，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其他联系方式获取。感谢您的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遥远边疆的奇特的牛，在草原放牧型的牛里边只有此种，别的牛无法存活的地方它能活，它扛不过的地方它扛不去。别的牛功能单一，它却有三样本领，它是有一个万能型，有这个性质，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创造出最高昂的价值。一公斤应该在220-240块钱。新疆褐牛的奇事到底有多奇？科技院下期讲述。